各位法师，各位居士菩萨大德，大家好。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做佛学问答。那么上一回呢，跟大家解释九品往生，那么解释到下品的这个上升。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做九品往生的讲解。那么接下来讲这个下品的这个中生。那么所以呢，这个学佛修行，因为这个烦恼障重啊，犯诸境界，但犹不忘修行，善恶交杂。那么世间上这类的人很多中下根者都熟知我们在凡夫的修行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烦恼炽盛虽然学了佛，但是又会常常造诸恶法那么提起正念的时候。就有如法的修行，烦恼炽盛的时候呢，又会造作恶法，又常常犯戒。那么以此这样的因缘学佛念佛，但是又有造作恶法，那么就这样的因缘，在临终的时候能够忏悔，又能够念佛，一称佛名能够除80亿劫的生死重罪那么这个罪业深者忏悔越这个恳切，灭这个罪呢也就越多这个忏悔呢这个力量呢也是非常的强的。就是我们过去虽然造作种种的恶法，那么我们自己了解过去的种种不是，升起惭愧心跟忏悔心。那么你这个忏悔呢，越恳切的话，那么你所灭的这个罪也就越多，仗这个佛的这种神力能够让地狱的猛虎化作清凉风。那么化佛化菩萨现前接引往生极乐世界后呢，莲花未开始闻法不见佛，那么经过六劫，这个莲花才开那么观音世智以这个梵音声来安慰，也就是听到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来说法。为说大圣甚深的这个经典，闻已即发无上道心。这个是这个中品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因缘。接下来下品下生，造这个五逆十恶具足不善，那么在临命终的时候，地狱相现。你造了五逆十恶这罪很重那么地狱整个镜像都现起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如果能够遇到善知识，给予种种的
安慰，教令念佛啊，便专一持名，不做观想啊，就是能够呢一心的念佛，不再做其他的观想。那么以此这样的因缘呢、啊，即得往生啊。那么往生极乐世界后呢，啊，这个经过十二大劫啊，这个莲花才开。那么听到呢，这个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的这个说法，发菩提心呢、啊。那么以此这种人呢、啊，啊、哦，万万人中啊，难得其一呀、啊。啊、哦，因为呢，啊、哦，你如果造作忤逆十恶啊，这种罪呢是非常重的。啊、哦，那么这种业因为非常的重啊，你在临命终的时候听到善知识的这种开导，你能够坚定信心啊，对这个阿弥陀佛升起信心，不怀疑，然后又能够啊专心的来支持这个名号，这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虽然经典这样的一个解说啊，啊，我们了解，纵使造的忤逆十恶的人啊，那么在临命终的时候能够有善知识的开导啊，然后自己能够提起正念来念佛，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这是代表就是说，纵使造了忤逆十恶的人呢、啊、都还是有往生极乐世界的因缘呢 啊但啊，这个业力啊，啊，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的念力啊，得要大过业力。啊，就是说，业很强大，因为你造了忤逆十恶。但是在那个时候，你还能够提起正念呢、啊，啊，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么。那个心啊，不会被其他的业力所牵，或者是其他的念力所牵，那么你呀、啊，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去啊！啊，那么啊，我们念佛者啊，啊，不要存着这种侥幸的这种的心哈、啊，平时。啊，我们就要啊培养念佛的心啊，然后能够受持啊这个戒法啊。我们生命电视台都有提倡受持八关斋戒啊，有因缘的话能够去受持啊。那么受了戒了之后，能够如法的来持戒啊。那么在临命中的时候，才不会业力起现行啊，啊，我们的业力啊大过我们的念力的话呢，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啊就很困难的。那么现在啊，有很多人呢 啊都在念佛，但是念佛者多啊，往生者少啊，是什么原因呢？啊，我们慧心老法师啊，就讲到啊，第一点呢、啊，平时念佛啊没下苦功，不过认真。那么第二点呢，对这个世间的万缘呢、啊、放不下，啊，我们对这世间呢、啊、很多的这种的执着。口念啊，这个佛啊，心啊，又是眷恋的这个娑婆世界啊。
那么要求生呢，这个西方啊，应多读啊、哦、这个净土三经，熟悉啊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庄严，专心来持名啊，备好这个资粮，随时可以撒手西归啊、哦、莫待啊有空时啊才学才念啊、哦、我们啊这个能够得生为人啊、哦、又能够呢啊亲近三宝，乃至能够接触到这净土法门呢、啊、都是非常的殊胜的。那我们了解极乐世界的殊胜之后，我们要心求极乐。那么对这个娑婆世界呢啊，了解它是无常的，所以无常呢就是不是永恒的，随时啊这个因缘呢都在变化啊，不要心存说呢啊我现在还年轻啊，等老了再学佛，我现在忙着事业，等我有空再来学佛啊。世俗人呐、啊，啊，总是呢有忙不完的事啊。啊，那我们啊，这个了解极乐世界的殊胜之后，了解这娑婆世界的无常啊，那么我们啊就会兴起啊求生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种心呢。啊，那么啊，老法师啊。他讲到有一个故事啊，他说呢，以前有位张祖流啊先生啊，那么跟村里的这个老法师啊啊很投缘啊，然后也皈依了三宝，但是呢整天呢、啊、东奔西跑，老法师呢劝他念佛，他就回答说呢，慢一点呢、啊，我还有这个三件事啊还没有做好。哪三件事呢？啊，第一啊，他的六十大寿啊未做啊，就是他还没满六十啊。第二呢，祖屋啊尚未改建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还没有娶这个媳妇啊，就说呢，我只要这三件事情啊做好了之后呢，我一定好好念佛。结果没有想到啊，在重建这个老房子的时候呢，啊，他放不下心，每天呢、啊、去监工，结果在上梁的那一天呢、啊，还在这个梁下走来走去指挥。那么这个木匠啊，不小心，啊。这个铁锤啊啊就从上面的掉了下来，不偏不倚啊打在这个啊张祖流的这个头上啊，脑袋开花，呜呼哀哉啊。那么告别式的时候呢啊，请家属啊就请这个老法师啊去说法啊。啊，这个老法师就说啊，我有这个朋友啊，名为张祖流啊，劝一啊，就是劝他呢念佛，然后说三陀啊，可怪阎翁啊无分晓，三陀未了便来勾啊，啊，这个意思啊啊啊是说呢，我不怪我的朋友啊，啊，只怪这个。阎罗王无分晓啊，没情可讲啊，他的这个三件事啊，每一件事啊都还没有完成啊，怎么就把他给勾走了啊。俗话说啊，阎王啊要人三更死啊，啊哪肯
留人呢、啊、到四更啊。啊，这个阎罗王什么时候要让你走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打这个交道的。啊，在今天里面讲到啊，佛陀问弟子说啊，人命在己间呢、啊。啊，那么弟子回答啊，人命在呼吸间。啊，我们的生命呢，啊，就在我们的呼吸之间。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我们就往生了。啊，所以这个生命呢、啊，是非常的这个无常的。啊，那么我们能够呢，得生为人，又能够有因缘呢，啊。这个听闻三宝，亲近三宝，我们就要好好把握我们这个学佛的因缘，得到人生的因缘。那么以上啊所解释这九品往生它的因缘啊，这九品就是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那么中品又分三品，上中品，啊，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那么下品也分三品，就下上品、下中品跟下下品。啊，那么下下品里面啊有提到造的五逆十恶的人，只要在临命中有善知识开示，能够提起正念，一样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我们。没有造五逆十恶啊，我们更应该啊努力精进啊。那么在还没有往生之前，我们坚定学佛的信心，坚定念佛的信心，了解极乐世界的殊胜。那么有因缘能够受持五戒、八关斋戒，以此回向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只要能够持戒，也能够念佛，一定啊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如果啊只持戒而不念佛，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啊，你持戒的力量没有断烦恼啊，没有证入空性，那么你来世的时候啊，以你持戒的这种功德啊，会升到天上，或者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会投胎到大富大贵的这种家庭啊。现在有很多啊生长在大富大贵的家庭，以我们佛法的因缘观来讲，有他过去所修的福报，所以他会生长在一个大富大贵的这种家庭、这种环境。但佛陀说啊，富贵学道难啊。当生长在富贵的家庭里面，忘失了你过去的啊这个修行，那么处在这种富贵的家庭，当你的善根呢、啊、不是很强的时候，我们就容易造业 啊。还有啊，处在这种富贵的家庭的话呢，因为会迷失在享受当中啊，就不会想要精进努力去修行了啊。所以说啊，我们持戒的话，我们还要能够念佛，然后回向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啊，才能够啊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啊，不会在这个娑婆世界轮回生死。
那么念佛的人啊，在因地里面呢，一样也要持说戒法。我们能够受持五戒、受持八关斋戒、受持菩萨戒，乃至进一步去受持出家戒啊。那么因为你持说戒法，那么受戒有受戒的功德。以上所提到的中品中生啊，受持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以此功德回向极乐世界，那么都可以得到中品中生。这是什么力量跟功德？就是因为我们受持戒法啊，戒呢是如来所制定的啊，菩萨还有证得圣果的阿罗汉都没有资格制定戒法，只有佛陀出世之后啊，制定了啊这个在家戒法、出家戒法啊、菩萨戒法。那么只要如法的来持守啊这个戒法的话呢，啊，你如法的受戒，然后受了戒了之后，能够如法的来持守这个戒法，由受戒持戒而升起一切善法的这些的功德啊，就刚刚所讲，受持这个八关斋戒一日一夜。啊，八关斋戒呢是佛陀啊特别啊为在家众啊所制定的，因为在家众呢有世俗的事情，没有办法跟出家人一样过着清净修行的生活，那么佛陀就制定了这个八关斋戒啊，让在家的弟子呢能够受持这八条戒啊，如同出家人一样过着这种清净的这样一个生活。那么啊，在家人呢能够受持这八关斋戒的话，持守一日一夜回向极乐世界，都可以得到中品中生啊。从这当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啊，这个八关斋戒的这个殊胜啊。那么啊，神明电视台啊有常常举办这八关斋戒，或者是其他啊的佛教单位啊也都有特别举办啊这个受持八关斋戒啊，传授八关斋戒。那么我们有因缘啊，我们就去参加去受持啊，不要说我受的一次的戒法之后我就有具足往生极乐世界中品中生的因缘了，然后你就不再精进努力的修行，也不再去受持。我们学佛不能心存这种侥幸的心啊，不要说我只受了一次戒之后然后哦，就有经记住无量功德了，然后你也不再去修善法，你也不再去受持啊。我们在凡夫地里面，我们的烦恼啊是非常的炽盛的。当你没有常常去亲近三宝啊，那么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烦恼，过去的烦恼啊，炽盛的烦恼起现行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造作杀盗淫妄，造作恶法。所以啊，在因地的修行上，我们还是要常常亲近师长，常常亲近三宝，常常缘念三宝，然后有因缘我们能够去受持五戒、受持八关斋戒，进一步受持菩萨戒，
乃至呢啊，你如果跟出世法相应，你也能够出家修行。那么以此受持戒法，持所戒法的功德回向极乐世界，相信你临命中的时候必定能够蒙佛接引，往生极乐世界。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跟大家讲解到此，祝大家业障消除，福慧增长，阿弥陀佛。